不要擦。真的是蛮小的，那是真的真。妈妈这样，就是在这个驻华大使。总理阁下，还有首先我代表中华民国政府人民，非常诚挚的欢迎赖维斯总理及所有的访问团团员光临台湾。其次，我要表达歉意，就是我因为一些事情耽搁，所以有慢了这个。